我是钢管列车长，2013年8月7号。哎呦，外星！今天我试运转，哇，试运转列车哎。哎，他今天搞试运转哦，哈哈。把你们叫车。三点十五迈。嗯哼。OK， 我们的右弯新转列车刚好在那个富冈站，刚好看到了啊。那这班6764。OK， 6764。8779次。哇，富冈站刚刚通过8779次。我先8779次。开车，哇，6764开往桃园，回程了，下午回程了。末班车，今年度2024年113年，在我们的富冈18站16，拜拜。13:168月7号。这是蓝啤解忧号，我们的小品啊，饮料小品，冰沙，刚小镇。17800。7764哦，看到桃园。8分，八月27号，27644。
小班白鹅启航。南美站快到了，6764哦，开往桃园。福冈铁道又给人有铁二号活动站点，24分八二七哦。916还有苗栗，好，一台哇，通过一台一组哎，500，耶，杨梅站停靠喽。25分8:27哦，听完再见，拜拜，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